今仔星期带哦，金闪闪哦，就三六金的三六带哦，就用金钩啊啦吼。啊，今仔来钓蚵仔啦吼。哦，啊，这个店我进前来的时候，伊也拢还袂入来吼，嘛拢钓无啦。哦，啊，过年也拢无人哦，一点钟过啊。可能过年伤寒，拢大家拢钓无，啊，拢无人来。我来试看卖啊。下来啊！我足久无钓蚵仔啦，我一月份拢钓三百啦。伊蚵仔量拢无济啦，我都无好钓。我你看哦，食金钩啊配大瑶珠啦。我其实拢会食啦，看个人喜好过来哦。哦，你要哪配，其实拢会食哦，只是倒一粒要食较紧哦，那钓的数量就会多一点这样而已。你啊鱼有来量够，一定拢会食，大家拢钓有来，一定拢钓，还是侪占少的问题哦。在水深鱼仔咧，叫讲竿子搁揪揪揪，后面足大只就足有力啦。我走去啦吼，过来吼。遮咧钓钓蚵仔好耍，就是力道十足啊！哦，迄两磅了哦，鱼仔看下拢散散个头，大粒大粒哦。哦，同款啦，哦，食大后煮啦，搁钓哦。款大有煮啊，所以我金煮啊，到即摆拢无食哦。过来啊，所以我感觉就是即个店的鱼啊，哦，有啊，同款大有煮啊，即块鱼啊就是，迄个大有煮伫遮就是杀手啊，换一组啦哦，因为我感觉金钩啊配。大窑金山山哦，三粒金的三粒大窑哦，得钓上万啦哦。我也是较习惯用超级乌鱼咧钓，六粒拢是大窑煮啦。哦，大窑钓主连钩兼超级乌鱼哦，包括差一寡啦吼，但是两组伫遮应该拢是无敌啊。试看卖啊！后来啊，吼，你看换了单了，要到十秒就钓伊啊！
所以我也较习惯用这组啦。好，过来啊！我咧钓的速度有较紧小可啊，代表鱼啊，赶了有入来啊吼。较回温啦，较回温鱼啊，量看开始有较济小可。我今年这点已经，我感觉已经慢两个月啊。空金冬十二月落来差足济啊。过来啊，料拢还袂腐败，就加啊。好大个哟！好来啊！可能咧发呆啦吼，还有第三个较好。我今仔就钓空安尼看起来应该袂歹算，先去钓看有偌济量啊。哦，足紧哦，但落甲调整迄个干尾的松紧度了吼。无几秒就加油，吼！遐有鱼拢做好钓啊，到尾你啊等几半波吼，未加就是未加。搞个配带啊，做个做个搞。搞过来啊！食都食伫嘴啦吼，拢嘴薄啦，无迄个巴着个啦吼。所以你个养肝时机对吼，其实就是拢嘴薄食个吼，练一下就会了啦。过来啊！哦，拢凹了足水啦，拢足大力哦。钓鱼拢甲我讲，啊，拢食足鸟咩钓？无啊，我甲讲拢食足大力啦，哪有食足鸟？哦，我咧钓拢食足大力啦哦。因为足鸟的时阵拢还袂食落去哦。哦，过来，你看这大力哦。足鸟的时阵还袂拗落，阮无咧养竿嘛，所以阮无咧食足鸟钓鱼哦，就是拢爱等啦，等甲嘴薄食落拗大力哦，才有养竿啦。哦，所以才有食足鸟跟食足大力的差别。哦，你看，拢食足水哦。
嘴巴啦，人中嘴巴啦。哦，你看拢凹遮大啦。叫你猫啊，凹落去啊！哦，这个出山你看，哦，整整齐齐出哦。食啊，拢足水啦哦！我今日运气好啦哦，这种钓况不是常常遇得到啦哦。安尼即马最近咧算高价哦，哦啊，伊月份等到煞物啊高价哦，啊二月打开始搁等到蚵仔高价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有当时啊，可遇不可求啊。哦，你看这拢凹遮大力。啊，鱼当时要来吼，那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啦。啊，到有鱼的时阵，紧把握紧钓，啊，能钓多久也不知道啦。这只较大只，哦，较对吼。我就甲你讲，小提算我的，你听无？紧呢，我无爱骗，紧来。今仔日哦，你来，今仔日哦，你足爽的，啊无你也足罕有机会，还要坐做伙。我无好啦，爱来遮坐啦。紧退过啦，你个一人退过啦，拄仔先入来。哦，钓友新年，钓友小李啦哦，啊，伊来有甲我认出来，有甲我拍招呼啦，啊，讲伊有，伊拢用我的钩仔含竹仔咧钓，啊，但是伊来拢钓要介偌好啦，哦，拢，当时啊拢讲久无钓一两只哦，
就是都没有钓好啊。他刚离我很远啦、啊，啊我讲啊你坐遐卖坐遐钓吼，啊伊就讲歹势，今仔来遮含我小怕啦，哦，啊所以我就一直甲果正叫伊来遮钓，啊你看谁来，吼甲伊讲一下了，谁钓伊吼。哦，啊，因为果仔较软哦，伊这鱼仔牵来壁边哦，去勾着边仔的迄落肉粽。哦，搁对啊，小鱼搁对啊。哦，啊，这袂小拍啦，伊倒伊钓鱼，我收起哦。这基本的迄落钓场鲤鱼哦。哦，啊，伊鱼仔牵在边仔，咱较搁弹落就好啊。要互相瞄，就袂相拍哦。哦，啊，坐座位嘛较有伴哦。哦，你看小队无？我咧举杯。哦，这只力道就无啥同哦，较歹游哦。哦，这只较大只，所以游较久了嘛，人中只哦。因为小鲤无啥会通看嘴部啦，所以坐当边啊，唔大有看。哦，啊加上鱼捧场啦，所以他可以看到讯号，他才会进步哦。哦，啊人贪人就是一种缘分啦吼，我也冇看过伊啊。啊，但有时候啊，在网络上面就会约说要去哪里会遇到，迄倒不一定哦。啊，但是我感觉像安尼有缘哦，拄啊来，啊今个无人哦。啊！我看伊伫遐钓，伊个姿势堪比等个位置吼，迄都拢袂少。我甲讲叫伊来坐我边啊吼。哦，啊千拜托万拜托，伊才搬过来啦。哦，即摆长老家啦，吼，伊伫钓。我就是爱像咱个有鱼哦，有鱼啊吼，你看这新手咧学会较紧啊。哦，至少他能够看出哦，有鱼在吃的讯号是长怎样哦。哦，啊有问题的，哪问哪讨论啊，我咱哪甲解说啊。哦，迄落寿山人才点啊难度哦，哦，这假使用安尼都无解理想哦，伊一插咧无锁咧啊。哦，但是有钓鱼啦哦，哦，所以伊讲伊啊来咧钓吼，啊钓一两只就拢足欢喜啊。我讲钓一两只一抓竿来钓咧真艰苦诶。
安尼冰箱就开始有鱼啊。哦，个钓啊，食啦，鱼也高哦。你看又加苏三人去堆咧起来哦，即届苏三人跳海啊。哦，搁看一遍哦。这个画面不是常常看会到啦吼。苏三人总啊唧唧啊啦吼，迄捡袂转来啊。哦，上好是伫这个石头顶下拢爱绑绳啊啦，每一个工具都要绑绳子啦，我鱼啊搁叫造游啊。无紧啦，今仔去钓鱼吼，迄钓的拢小事啦，哦，我钓啦吼。愈来愈好耍啦吼，咧教的速度愈来愈紧啊。哦，看新娘的小李哦，平时啊钓无啥有哦，今仔日来较好未吼，搁钓哦。哦，啊伊钓我嘛钓啦吼。两个拢好开啦，一人一只啦吼。哦，小李个钓哦。哦，啊伊钓我嘛爱钓一个啦，无会艰苦啦。我爱我弹落哭哭啼哦，小李听哦，问啥物问题就甲讲一个啦哦，讲一寡诀念好听着，嘛是啊嘛是咧教，过来哦，足久毋捌有即个速度咧钓伊啊。作祟啦！我体型拢差不多啦，这一批应该介大批伊啊。哦，小李啊！哦，甲伊讲讲，了后信号会样看啦，啊嘛知影变哪钓啦，哦，所以就越来越上手啦，啊，阳竿时机也抓得比较准了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加钓几只哦，经验就会慢慢累积起来哦。
啊，小李嘛是先把个钓组个爱用者哦，好袂使哦钓到漏开啦，哦爱学加钓竿。哦，阿姨就会当看到我钓鱼的时阵，干尾的讯号。哦，现场的临场感当然跟看影片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这款的体验较紧哦。哦，阿姨钓啊，你看，哦，伊即摆卡手嘛足紧啊。哦，啊，今天练一练，下次自己再来的时候，状况应该就会好一点了啦。我咧进步就足紧啊！吼，哦，伊即卡冰桶毋捌底甜过哦，伊讲来拢讲久无着钓一两只尔吼，哦，搁换我啊哦，哦，你看拢轮流钓呢。哦，足久毋捌遮好耍啊！哦，小李搁钓哦，哦，连伊家己拢讲伊出师啊啦哦。今仔日应该是小李人生当中钓鱼上快乐的一天啦，未来搁会足侪快乐的啦哦。啊，目前是今仔日上快乐的。尾仔拢走出来安尼哦，哦，这就是一个歹习惯啦哦，冰箱门无爱锁啦哦，啊鱼仔即马底伤济啦，哦啊上演乌鱼，忍者冰箱逃生秀啦，你看麦啊，哦，足够水哦。哦，所以平常门爱锁啦，袂使开开，袂使砍的哦，无你个人脚床坐咧哦。啊，我见来今仔去捉到钓啊，吼，等下佫钓到有啊。哦，难得看到这个画面哦，真趣味哦。伫我平常要走出来，足难哦。个钓啊，真正又走袂离了，钓真无用。哦，小李也搁咧食哦。哦，走一只，再补一只，转来就好啊。
哦，砍的阁无锁挂啦吼。吼、哦、啊，即摆即个时间点的鱼啊吼，食了拢毋是沤的吼，伊拢散拖零的吼。所以变成现松的也是要阳干哦，因为鱼要拖回来哦。哦，小李搁钓鱼啊！真正愈来愈强啊！哦，我咧钓鱼、钓鱼、搁网鱼，这拢爱搁练习啊，才会比较顺手啊。哦，凹架的哦，小李的哦。啊，阮两个是小拍嘛，无太，我的嘛凹落。哦，这只送的。哦，两只。哦，两个拢钓啦，哦啊，走过两个小趴啦，所以一人网一只，这太神奇了哦。哦啊，先来看什么人的啊，倒一只送的哦。来认看倒一只食送的狗啊！哦，哦，这难得的画面啊，翕一张啊相的，这足神奇的哦。看一下就知影送的啊！哦，这只小李的啦哦，因为伊用金色的狗啊哦，啊我用乌色的狗啊，啊佫抓到伊有六鱼。哦、我拍开，我钓足家钓啦。哦，我个钓哦。哦，我拄仔拍开我的家钓哦，伊整理你的，还佫顶来哦。啊，我换一组新的较紧啦。过来啊！哦，我个对啊！哦。我拄仔镜头超过，袂记超长个。哦，冰箱甜啊，提袂落来啦哦，剩提落较短啊啦，因为还阁无想要收啊，想要破个记录啦哦。因为有印象当中，就是出去钓蚵仔哦，大概拢伫个三十几只啊，二十几只啊，你要破四十、五十哦，不是很容易啦。哦，啊，今仔看起来有机会啦，啊，我卡已经甜哦，钱袂落啊哦，跟前顶个月煞白伊小共啊，钱袂落啊哦，我提落我起来底哦，搁拼一下哦，搁正够加搁算一下。
哦，小李搁钓伊吼。哦，我第一届钓伊，钓到搁用大卡索搞到我底伊啊。小李的嘛要甜哦，哦，钱无啥会落了哦，哦，搁钓哦，新手马上变高手了哦。这人要讲一个哦，脑袋就开窍了啦哦。终于发现镜头歪起，然后就等。哦，钱袂落啊啦哦！伊迄个塑胶客啊，顶悬迄个爱退开。哦，啊钓组钓上一只啊，换一组吼，要换进前阁钓伊啊。哦，有诶拢有无钓伤啊哦。哦，这款钓组袂使咸啦，爱用上好的配比来改变，搁北头有啊。哦，换新的类嘛是搁水胶。所以这钓主的名号了会使啊，这等下叫大摇钓主的大摇，就开始教。哦，啊，拄仔做迄个大摇金山山的哦，去组团上小李啦。哦，搁钓了哦，一直来。哦，要拼破纪录的啦！哦，即摆拢底塑胶落来啦！哦，过来啊！我也无来啦，是小李的来啊。小李钓我嘛是钓啦哦，来你猫哦，哦，小李个钓哦，哦，无钓哦，哦，我，哦，啊，即摆流水是公共流啦，无做好处理啦吼。哦，所以 NG 都加到2.5 了哦。
但是公共老火会吃哦。过来哦，前进新纪录了哦。对，我一工要拼一个真正，一支歌仔要拼一个，因也是无足简单啦。你也无鱼仔量有够，还阁足够加哦，是足难的代志哦。哦，小李哦。伊离家己迄个脚桶的记录应该是愈来愈近啊，计甲迄个塑胶袋揭开啦。哦，哎，当阁加底几落只哦。啊，无甜度爱收啊呢，哦，阁加着几只，我较甜的哦。看卖啊，嘛是阁继续咧教。哦，啊，小李嘛有哦。小李个地啊，吼，哦，速度愈来愈紧呢。我个两尾就甜了哦。哦，那个两个做位对吼，东东有奖的概念哦。
小李搁对啊呢。甜啊甜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哦，无紧啊，钓伤济啦，伊拢专门钓这足够土头的蚵仔，叫伊冰箱转一向啦，这样放鱼比较不会掉。冰箱即摆叫伊敲安尼哦，咧等伊啊入面，佮袂走。好，收工，差不多啊，满足了。哦，这小李用的钓足啦，哦，啊甜啊啦哦。我话你翕者，伊讲唔捌钓遮济过啦吼，足欢喜个，所以一定爱家己翕者啦，好心尔个小李啦，欢喜个，做纪念者吼。哦，即卡伊个啦吼。啊，即录啊我个啊吼。啊，无录啊袂使，因为即卡早就甜啊吼。哦，啊，这两个人就总共就知啦，一定要好走一场啊，做纪念。好啊，我嘛爱翕一场吼，啊，今仔就好耍个。好啊，回到家了啦，来处理一下。哦，这地倒出来就来食啦。欠步啊！哦，搁摆一下哦，安尼较好耍哦。哦，全部啦哦。摆十只啦，五十七只哦。哦，蚵仔足罕的出去钓遮济啦。平常大概二十几、三十只拢算袂歹哦。哦，这是单日的新数量。